是阿龙。那这个礼拜又来到我们的开箱之间了。那这个礼拜要开箱什么呢？就如同标主一样，就是阿龙又找到最新的女帝啦。给大家看一下正面，他出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耶。然后出这个新的女帝啦，然后他的姿势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镜头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。那阿龙的话，打算这一次啊，先我开箱一色就好了，然后剩下一色的话，再看看到时候怎么样。因为那个柜子有点爆满，所以塞不下，所以我想说先开一色就好了。那阿龙本身是红色控，所以我们就来开这一只红色的女帝吧。然后先来看一下，因为其实这只女帝好像也是就是接近快出来了。那阿龙看他那个什么，昨天新货 一口气在新的台子上，所以阿龙就全部打出来了，那还蛮不错的。因为他一口气上阿龙蛮多只想要的那个角色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爽的。虽然说中间就是打台有一点小小不顺利，可是我觉得其实都还好啦，还没有到吃饱的地步，其实都还好。然后老板也人也很好，所以感觉上还可以。那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只女帝的部位，它就是分上半部跟下半部，然后一个那个底座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它打开，它得要开另外一只。那个。女帝的话，紫色那一只我再留着，看看要不要就是改天的时候再开啦。那今天的话大概开个两只给大家看。啊，等一下会预告就是下个礼拜要抽奖的那个，因为台主赞助我们一只，那我们就不吝啬的把它留给大家抽奖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它组装进去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一次女帝的腰算是它的重点哦。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实体，你看这样子。好漂亮欸，然后还蛮性感的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它露出来的那个腿，然后整体这样子，我把它放到那个支架上面去，还不错哦。它这个的话应该是高跟鞋镶上去，这里右脚 ，OK。还蛮不错看的哦，而且女帝这只做的这一次做的还蛮大只的，而且阿龙这次夹了白阵啊，然后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涂料的部分，其实涂料方面还算蛮完整的哦。女帝这件服装，而且还有他这个开叉的部分，其实这个开叉的部分他做的还蛮漂亮的。那我开始很好奇他的紫色大概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开一色就好了，因为空间放不下了。那我们紧接着来开另外一只，就是阿龙一直在意最近出的另外一只，就是这一只偶像大师的那个一只赖自吸。然后阿龙这只打到两只，然后那个的话阿龙应该也会看看安排在后面的地方给大家抽奖。那还没订阅阿龙的观众记得赶快订阅，然后赶快来留言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订阅数冲到2000的时候又可以再开一波直播跟大家互动这样子啊，也可以就是办一些小抽奖这样子，所以赶快帮阿龙抽奖抽上去，就是人数赶快冲上去这样子。那每个礼拜都还有抽奖留言，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了。那这只一只赖自吸，你看它侧面的图哦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侧面的图，它就是侧面的图就本身就已经很香了，所以我就是会想要看。你看这样子贴近一点给大家看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开一只给大家看。哦，真的很大只哎，真的很大只，跟我上次开的那只灰姑娘系列的有点像，所以我就是急着想要看看它的那个造型是怎么样，就是它下面的那种大的那种裙摆的那种披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实体。很妙，这一次是直接一体成型，直接整只出来。这样小心一点，不要把它弄坏。哇，直接整只这样坐姿出来，给大家近看一下。
你看是不是整个就是好美哦，然后还 再配上一个那个缎带这样子，感觉就是有一点那种仙气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那个缎带还没装上去，然后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杂志。嗯，裙摆的部分的话，还有头发的部分的话，真的觉得做的还蛮漂亮的，所以我觉得整体上夹这只还蛮 OK 的，而且这只非常重，如果有夹到的部分的话，记得就是它应该是很容易脱爪的那种，因为我昨天打的那台爪力算给的很强了，然后又打甩又很可以玩，我就觉得说还蛮 OK 的。我看一下它镶在后面，那我们把它镶上去，看一下位置。这只真的很漂亮哦，跟我上次夹的那只黑色蝴蝶结的那只一样漂亮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卡榫的地方像这样子，对。真的还蛮漂亮，你看它近看这样子，然后还有摆鞋的这样子，然后坐姿这样子起来，我放那个公仔盒这样子给你看，你看多么的好看。超漂亮的，而且这一次出来的那个公仔其实就是精致度上面蛮好的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对啊，好，那今天就是开箱这两只这样子。那台主赞助我们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的雷姆教就有福了，因为台主刚好拿了一只，虽然说盒况稍微有点小，就是小去贴到，但是台主还是赞助我们这样子，那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抽这一支给大家，因为这支的话阿龙觉得还好，但是它还蛮漂亮的，所以赞助给我们的雷姆教抽奖这样子，就是我们的那个雷姆，然后它这个是属于它里面是穿有点类似，应该算 3.4 的啦，讲直白一点应该是 3.4 的，因为然后外面就是穿了一件那个毛毡的那个。毛毡的外套这样子而已，因为你看它下面这个，你看它下面这个几乎裤子都没穿。那这只的话蛮漂亮的，那就是台主给我们抽奖，那我们就是不尝试把它抽出去。那一定要订阅，然后留言关键字对的，然后按赞粉丝团的那个观众长期支持的才有啊，所以就是赶快现在加入阿龙的那个频道，然后支持吧。那后续2000订阅的部分，阿龙在想着要办一个什么活动来跟大家互动这样子。那我是阿龙，那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订阅哦，那并且帮我分享出去啊，也不忘记帮我点一个喜欢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